生能渡你的人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原话是这样说，今生伤害你的人其实是来渡你的。佛曰，在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那些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。今生无论你遇见谁，被谁爱，被谁伤，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东西。那些爱你的，懂你的，疼你的人，让你感受到了被人关爱，被人宠的幸福，也让你学会了感恩，让你学会了珍惜，让你知道如何去保护一段感情，珍贵一段感情。而那些伤害你，欺骗你，敷衍你的人，他们也让你明白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们也教会了你坚强勇敢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有他存在的道理。